会啊，吹起了咱迄个心地向来啊所累积着的尘沙烦恼。咱必定爱时时呢，都是爱用迄个水啊来给滋润。凡譬如水啦，也那无咱凡夫啊，满心地啊，拢是尘沙的烦恼，拢总是啊，也使咱心地呢忘不起。逐天我都安尼讲，咱爱多用心。照顾好咱这片的心地感情，咱啊日常的生活，都拢从尽这个本分，守在家己的规则。我想，咱的尘沙烦恼啊，才会当平息无来。讲诶，尘沙烦恼真侪啦，唔只是百万数千，好亲像大地呢，诶，土沙粉啊、沙粒啊，同款足侪，这就是咱诶烦恼啊！有百万数千，总该归纳落来呢，不出意。这三种一家烦恼，烦恼就是内心贪嗔痴。当然啦，分析落去也够真多真多，但是呢，拢是从心起。这个心中呢，不得停息。哎呀，烦恼啊！都拢总归纳伫这个所在，那日家是业，业就是你内心嘛，安怎想，那伊都现行出来，成功智慧安怎做？这个业啊，心口。咱拢知影过啦，心善口舌，这种辛苦的行动，干那这三项呢，杀毒以嘛，这嘛是啊罪恶的源头啊。那口呢，不言其意良善。对，心在咧想啥个，咱拢唔知呀。咱在咧心在咧想，别人拢唔知。是好是歹，藏在心里，无法度人会了解。是敢那妄言讲白贼，隐瞒有诶代志呢？实在是啊，已经服从着真罪啦，迄、那个罪恶诶深渊，但是咱唔肯透露出来。明明咱都知影，有人会去做罪啊，那么咱嘛是该温暖着。明明咱都知影，代志即将得要发生啦，
咱嘛是同款替温暖的，不管是家己的过去的烦恼，或者是心灵呢有啥物错误偏差的见解，想得要去做的代志，不爱讲出来。这虽然你不是妄语，不是恶口，不是两舌，但是呢，温暖，这呢，往往在这个温暖呢的过程中啊，对家己来讲，无听到一点的偏差，温暖到咱的心思，那伊去做出来这个业呢，那真可怕。总共一个，这巧啊！有时阵呢，错误的代志做真多，那就是作业啦，讲真多是非，或者是呢烦恼，或者是呢，总共一个，这大家人常常伫咧听，所以人常常讲受巧业吧，受巧业。唔只是新业爱修啊，巧业呢，咱则都爱定定提高境界啊。所以这个业，从辛苦，从巧中，安尼呢，会当做出了真多，真多，无法度同我去分析真多。咱讲过去，拢总呢归纳在迄个点禅嘛，叫做业点。那咱佛法常常讲的，拢叫做业识，也是一个总识。咱不管你是开窍动性啦，或者是呢你的心性的机智动作啦。不管是家己做的，是这是去伤害他人来，真多代志，这个呢，拢变成了呢，劣劣的经济，这经济都归纳归纳落去伫这个业识的内底，所以咱来真注意。师父甲恁讲，为什么都爱国在安尼？昨讲过，今仔日爱国在提醒呢？因为咱人啊，真容易啦，真容易袂记哩去。在咱的日常生活中，咱一切的动作，咱拢以为讲哦，行前脚，放后脚，讲了后讲过就讲过啊嘛。歹代志做过都做过啊嘛，无虾米有哦，代志大哦，因为呢，这个经济啊，你做过了后，就是归纳在你的总识，就亲像蛋落去土地，经济呐放落去土地啦，只系盐呐，就是讲太阳啊、水分啊。安尼呢，合我来啦！那土地面顶这粒种子啊，伊都不易都现形出来啦。那就抽印，那开始呢开花结果，迄当阵呢就是叫做果报。
悔错，唔再犯罪，唔是干那这世人啊，生生世世，从地这个业识，迄、那个种子呢，也不断现形。这世人的因缘具足啦，伊都现形啦。过去祖先者得福，哦，这世人你看，有偌尼真侪人偌风光呢，啊，打拼干呢，咱来无多通亲像对方呢，事业做甲遐尼大。比国较打拼，我是安怎做一行了一行啊？讲这个事业，我伫咧做的是安怎做安怎了，袂予别人去，人别人是安怎做安怎赚钱？因为呢，人伊过去啦，都有做好啦，有做善啦，所以做善必得福。虽然你这世人感觉讲哪有啊，实在是真当生的人啊，伊家己呢会晓花天酒地去伫咧享受，但是叫伊做好事，伊也做袂出来啊。这个人哪有偌好呢？这世人无啦，不过呢，前世人有啊。你虽然看伊这当阵都无咧做代志，但是人伊银行已经存真济啊。所以咱爱伫这世人好好好诶业啊，好诶福啦，业诶种子，咱爱赶紧累积。所以咱定定一句话讲：做来蹲哦，做来蹲啊，唔通想讲哦。我就歹运歹运来做一挂好事，做来度一下，唔通做来度吼。那咱应该呢，就是在福中啊，搁再爱多做好；就是在困难中呢，咱也都爱欢喜接受。咱呢，嘛都爱搁再利用时间好好呢来做好。不是这世人享受，来世人呢，咱都会当享受。但是呢，咱会当成就这世人。你看，咱的草根菩提啊，好足侪老菩萨呢。每一回我若看到草根菩提，都足欢喜的，从内心起着迄份尊重敬爱。一对的夫妻啊，过去呢。是安尼，遐尼真辛苦。现在呢，嘛还阁真落落啊。不过呢，人因安尼吼，做主者，做志工，人因安尼安贫乐道啊。每一句话讲出来呢，拢是我想袂到的好话啊。所以我不由自己的，哎呦，那遮可爱啦！你看。人安尼，这种的都是叫做道场啦。看因安尼规群啦，伫咧上班的人吼，伫咧做暗时的，看因安尼点灯火啊，啊，规个呢一台一台的啊，环保车啊，四方八达的，有诶用塞的，有诶用开的小卡车，安尼来集中伫迄个所在。环保站开始呢，点电火啊，伫咧做分类，啊，实在看落吼，足感动。遮个人拢是爱顾饭碗的啊，拢是爱为家己的事业、家己的职业，拢爱顾好好。但是呢，伊利用这上班了后的时间，进前。后面，人因安尼做噶足欢喜，甚至一个满怀感恩呐。因讲啊，下番若无做者吼，我还阁未识伫迄个爱骂人、爱怕人。有个人就讲，啊，若无做者吼，
我可能即马还搁伫咧天天醉。有个人就讲吼，吼、哦、无喏，我即当阵哦，可能伫咧走路，我娇小，唔知要欠人偌济。看，这就是咱唔通轻视讲啊，我小小这个动作，到底呢会当对人类奉献偌济？真多啦！只要你一念真正的诚恳的心，大家人点滴的心呢，合我来啦，修善嘛会满大气呀，真大个红呢。那那一点啊，一点啊，甲滴落去，滴落去，滴过来呢，嘛会满光满红起来啊。唔通以为讲吼，小恶无罪啊！那点滴累积啊，卖罪恶万贯啊！所以咱拢唔好想讲，一点啊先唔肯去做，咱一定爱做。唔通想讲哦，啊，一出啦恶念定，我做敢有差偌济？哦，影响足大。所以咱。善恶分明啊，政治呢，粒粒都是啊分明的，恶都是恶的政治，善都是善的政治。想要把恶的政治做落去，啊，做一挂善的来给它冲掉，无可能。真欢喜接受，这欢喜接受呢，这会当消业呐。咱那些唔肯欢喜接受，迄、那个埋怨的心不断顶塌，一顶一顶滴滴塌落去，经济呢一言一言滴滴砍落去，那这都可怕咯。所以这个业果啊。只要你有作业，你一定呢都有果报。所以《法华经》内底讲：“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报。”你做如是的因，因就是正知。那自然你都会当着安尼的缘呢，迄、那个业缘成就，回合的事。报呢，一定现前，这个恶，或者是善，就是啊，果报就现前来。结果是安尼，咱那个心灵的感受，注意，果报是可怕的啦。但是呢，这个果报虽然是可怕，你若无去做呢，都无有迄、那个。果报，所以这业啊，咱若无做恶，都无恶报啦；咱若多做善呢，都有福报啦。福就是做善啦。心灵哦，烦恼是心灵，那么这个业呢，是伫心口伫咧制作。那么制作了后呢，轨道当然阁是伫心灵。这样，这种的这个业性啊，不断复制，真可怕。所以讲起来，这三种的业。就是啊，第一是烦恼业，这烦恼呢也制造
无明显，他都话我伫咧讲诶，有定沙显，显就是无明，无明就是烦恼。伫咱诶心底呢，安尼就是无有法水来滋润啦。所以满心诶内底呢，拢是迄个定沙。一点仔诶风吹一下，或者是呢，有啥物物件安尼过去，那迄个境界啊都抹不去，即种诶烦恼真可怕，使人呢对啊无知，或者是不觉，做着真侪诶业哦，所以。这个业的力量是很大，长跟大家人说业就好像一个运一样，人说命运命运啊，人说运气啊，我最近运气不好啊，一样的意思。这个运气动作从这个地方运到那个地方去，从将世人运到这世人来，将这世人会运到后世人去，所以万般带未去，唯有业随心。咱已经运真多真多的业啊，运来伫这世人。那么，这个缘啊，搁起来到第一时，迄个气就冲出来，所以由不得自己的代志足多啊。心门无拍开啦，迄、那个果报现前呐、啊，果现前的时阵呐、啊，迄、那个报呢又是福心来。各位，咱平常时爱顾好咱的心，果报那来的时，咱都爱用开朗的心情。果现前爱用开朗的心情来接受现前这个业报。那安尼呢？咱都会当快快过去吼。本强镇大爱池园邮拨账号0669-2433，佛教慈济基金会赈灾专户。